Hello， 在看 YouTube 的同学，你好，我是 Liu， 我是 Yuma。Yuma 久违的登场，来跟大家说两句话。大家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 ，Yuma。好，那 Liu TV 呢？这一集是一个告知影片，就是讲我2月26号，也就是明天，对，今天是2月25号，明天到2月29号，星期几？不知道。2月29号呢，我会去台湾玩。对，但是呢，有一个地方非常不高兴的，就是 Yuma 没有跟我一起去。对，就这一次的旅行，我是跟对我的指导老师，还有一个研究室的同学一起去的。那我上次呢有在影片中提到，就是说我如果有去台湾的话呢，一定会带 Yuma 去，然后呢跟大家做一个交流办活动这样。非常抱歉，因为这次是跟这个对毕业旅行嘛，跟自己的老师一起去的，对，没能履行这个承诺。ごめんなさい。ごめんね。ごめんね。皆さんごめんね。那向各位保证，接下来呢，现在 Liu TV 呢，因为大家的支持正在逐渐成长，那接下来到一定的这个阶段的时候呢，我跟 Yuma 一定会去台湾找你们，好不好？好。네약속所以在2月26号到2月29号这个期间呢，没有影片，大家不要期待喽，非常抱歉。那本来是想说，事先拍好然后上传的，但是呢，因为每一天都有每一天的影片要赶嘛，像昨天就拍信用卡什么什么的影片，那今天就拍这个影片，就对啊，太辛苦了，所以我就放弃了，我妹妹。所以呢没有影片。那这次的旅行呢，是我跟日本人嘛，就是大家都没有去过台湾，我们会去的地方呢，就是一些比较有名的地方，就是九份，对，九份、台北士林夜市、淡水之类的。对，如果大家呢在台湾有看到像我这样的人的话，就看得很像六的人的话呢，没错，那就是我。对，那就是我。所以呢，大家可以跟我打一个招呼。我在这种人生地不熟的台湾，如果可以碰到各位的话呢，我会觉得很温馨、很开心的。来，一定要打招呼试试看。还有，如果大家有什么建议，就是去台湾一定要玩的、一定要吃的，也要在留言那里告诉我，我会参考大家的意见。如果有一些是第一次吃的话呢，可能会放在脸书上跟大家报告，就是我的感想。大肠包小肠，我吃过那个，非常好吃。大肠包小肠我吃过了，但是还是会吃啊，因为我很喜欢。有吗？最喜欢什么？大肠包小肠。有吗？最喜欢的台湾的小吃，大肠包小肠是吗？最喜欢的很多，那选一个最喜欢的。食べないよ。食べない。那三个。大肠包小肠。哦，你看，果然你是喜欢大肠包小肠。第一名。好，还有其他两个是？还有其他两个是什么？バルよ。火锅。什么火锅？什么？台湾的火锅。沙茶酱。不知道。不知道。那还有一个珍珠奶茶。哦，对，珍珠奶茶，告诉大家，日本的珍珠奶茶非常难喝，所以呢没有 QQ 的。对，没有 QQ， 就是那个这个珍珠没有这个 QQ 的感觉。对，非常难喝，每次在日本喝的都会啪，所以这次去台湾喝个报酬。对，那这次去台湾呢，就对啊，想说跟台湾的当地人接触一下，希望可以找到一些接下来那排队TV这个灵感。那对啊，我跟 Yuma没有跟很多台湾人交流，之前是有台湾的好几个好朋友的，就是一个大学的嘛，就是他们都已经留学回去台湾了，所以呢最近就很少。那一个大马人嘛，在日本也没有，平时也没有什么机会说中文，所以有时候在拍影片的时候呢，就会很词穷，不然就用错词，这样像昨天这个影片，信用卡的那个影片嘛，对啊，把这个结账跟付款我说成还钱，然后很多就大家的留言就说没有还钱这个说法啦，什么什么的。对，也不知道是大马的用语，还是我从日文直接翻译过去的。对，最近就很多这个问题。那这个呢是最近六的烦恼。对，感觉自己没有这个学语言的天赋，就学完日文过后呢，就感觉自己把原来的语言都给忘记了，就中文还有马来西亚的马来文跟英文都忘了一半。但是呢，我的日文呢绝对不会输给任何人，包括日本人。对，但是呢除了日文我什么都没有了，
对，中文也变成一半一半了。对，就感觉自己没有这个学语言的天分，也觉得自己只有日文讲哦。所以呢，我觉得这个教日文的这个工作是我的天职。恭喜恭喜，你忘记中文了。不行不行，这样子的话就很难跟大家接近。哦，对。好啦，这个影片是告知大家我去台湾，然后不能拍影片，所以大家请原谅的这个影片，不知道为什么后半部就变成六的烦恼专栏了。那我们就到这里。怎么样，优马有没有什么话要跟大家讲的？可是大家想看优马呢。是吗？我也想看大家。怎么看怎么看得见？好了，不然这样了，不然我去台湾的时候，优马每一天po一张自拍照片在脸书，好不好？好。你蛮多看的，好吗？可以吗？每一天一张自拍放上脸书，让大家看看一下优马。解除一下，解除一下，对，解除一下没有这个 New TV 影片的日子的寂寞，好吗？可是我也想看大家，怎么办？那只能等我们再厉害一点，然后就可以去台湾或者去香港、去马来西亚、去新加坡看大家。现在还不行，现在对没有钱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好期待。那今天这个影片就到这里，对，有点对轻松的影片，那就这样，就这样。哦，饭煮好了。我们好，我们吃饭喽。纳豆。现在是我们的午餐，大家现在应该是吃饱了，准备睡觉了。好，那就到这里。纳豆饭，等我们。珍妮，那我们回来再见，台湾见。如果可以碰到我的话，那就台湾见。拜拜你，拜拜。让我一个人去台湾，拜拜。让你一个人去台湾，放你一个人去台湾。那，可以。OK， 你讲啊。